哇，这个年纪大了，要撑一下。哎，你为什么还不走？哇，真的年纪大了，以前可以撑个三五分钟，现在真的是撑不了多久。老谢为什么做这么枯手的动作呢？老谢跟标志之间有一个很深的渊源啊。我当到改装杂志做实习生，第一个月实习生，第二个月我就变主编了。为什么呢？他们所有人都跳槽了，然后老板就默默走过来说：“这个月你当主编。”我听到我整个傻眼，你知道吗？因为我这一个人，所以我只能讲奇招制胜。之前前辈做的所有内容，然后重新做了一个集锦，再加上一些这种很白痴的动作，有没有？又做了一个老车复活计划，配上这些很浮夸的动作，就。没想到这本杂志当月创下汽车类杂志第二，然后总杂志销量第五，创下一个很漂亮的记录，我自己都没想到。我感觉这样子也蛮好啦，算是我人生中比较奇遇的一个经历啦。但是咧，当时做着这老车复活计划用了什么车咧？用的就是标志。当时我买了一台标志205敞篷的，哇，这个车操控性非常好，然后底盘也很赞，所以用这台车下去做改装，然后就变成后来有做了一个老车复活计划。哇，那台车改得很夸张，是猴子喷涡轮啊，点四多 1.9 发动机啊，底盘移植这个 GTI 的啊。反正那台车后来改乱七八糟啊，后来那台车就报废了。所以在那边跟大家讲一下，车不要再乱改了，好不好？过来人跟大家讲，真的不要再改车了，改一改，改到最后都到报废厂去了，就这样子。啊，这颗 1.8 涡轮发动机啊，老谢算是可以说熟悉了。为什么？因为我开过它的祖先，也就是 TU 发动机。这个 Princess 就王子发动机系列啊，是修改自标志当时一个很有名的 TU 发动机啦。那当时老谢205 1.4 那个发动机也是这个 TU 的。那这个 TU 发动机事实上在标志啊服役非常多年，以坚固耐用为名。它是铝合金钢体，但它铝合金做得非常坚固，效果也相当不错啊。那一直后来演化到这个 THP， 记得是 1.6 这个涡轮发动机，因为毕竟是 B 级车嘛。所以他要做大排量，因为他毕竟对标的 2.0， 他这 1.6 一般的大陆消费者事实上是不太能接受的。他故意把这个 1.6 的发动机啊做了拉的行程，然后躺了一点点缸。大家不要以为说增加排量把这个缸径扩大到可以呢，事实上没那么简单，因为每一个气缸之间连接可能很近，你去扩这个气缸就会造成整个缸壁变薄，然后强度会变弱。所以大部分增加排气量的手段都是拉行程啊，连杆跟曲轴行程改变，然后增加它的排量，等于拉下来可以吸入更多的空气。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标志的这颗 1.8 的涡轮发动机就是这样子来的。那这个发动机我看国外的一些评价跟我刚开的响应事实上是还不错啦，同比对标其他发动机 1.8 是完全没有逊色于 2.0。 但是我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件事情啊，很多人都觉得说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放隔音棉。我以前是开那个蒙迪欧柴油发动机嘛，那这个柴油发动机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标志，就 PSA 集团。事实上 PSA 集团他们的柴油发动机是非常厉害的，但我就发现有一次为什么机脚会出一些很奇怪的声音。后来我去研究这件事情啊，这个机脚本身跟金属的连接就会有谐振，谐振之后就会有一点点的声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后来把整个机脚用那个隔自振垫包起来，整个音量是没有降低的，但是它频率下降的，从高频上叮叮叮叮叮叮叮变成啪啪啪啪啪，不是那个啪啪啪呢，是那个啪啪啪啪的，大家要听清楚，不要搞错了。事实上啪啪啪啪啪这个声音我就是比较能够接受。标志他有发现这个问题，所以他特别在这个地方啊装了这个隔音棉。我刚看了几个同级车，事实上只有他有，他也发现这件事情了，所以他整个 NVH 可以降得这么好。以前的标志是不讲 NVH 的，现在他 NVH 可以说赚的是非常不错了，确实是厉害。以上这508啊，我先不讲它的操控感受，我现在讲一下标志的历史。我觉得一件事我觉得很奇怪，标志明明是一个在世界上以操控闻名的品牌，他曾经拿过 WRC 好几届的冠军，利曼也24小时也拿了好几届冠军，甚至在早期他406都有参加过 BTCC， 也就是英国房车赛，也有很好的成绩。这个源自于法国品牌，以前在全世界一听到这个牌子，基本上第一个想到就是它的操控。它的操控真的是好的离谱，你知道吗？以前在台湾，它的广告词就是"我来自弯道"。标志啊，它对于底盘调教真的有它自己的一套，因为它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所以它的每天在阿尔卑斯山脉上跑来跑去，所以它的底盘相对来讲要求非常重要，所以它的工程师在调教底盘的时候都会针对很多速率去做调教。以我所知啊，宝马是以三段的速率做调教，那标志可能会要求要六段，所以标志的工程师他对于底盘这部分有自己很独到的见解。以前看到标志的时候知道啊，这个车操控绝对是没问题的，想到标志就想到弯道就是我的家，类似像这种话，所有的车评人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标志似乎有一点转变，
不是它变得不好了，而是它开始有点像舒适性去妥协。包括我现在开这个508，我一开下去之后，哎，我觉得它的操控事实上还是非常不错，尤其它在过什么井盖啊各方面，虽然说没有这么的硬朗，但是是有点软 Q 的，过的时候还是比较舒服，而且没有那种砰砰那种很不舒服。早期的标志的这种车啊，它相对来讲过这种井盖，可能它为了操控性会用的比较硬一点，但这两年它开始软一点点，不是软到让你觉得完全没有支撑，它的底盘还是没有失它的水准。我在高速刚过弯切弯，还有高速变道这种感觉，哎，它的底盘还是撑得住，所以它低速舒适性够，然后高速的这个整个反应，还有它整个对于支撑性，真的都完全没有愧对标志这个整个传统啊。然后以前的标志车啊，马力都不大，但是在弯道随时都可以超车，为什么？就是它底盘特别好。508这个整体调教起来，因为它可能因为加长的关系，没有以前标志那种哎，可能有点转向不足，最后你屁股就跟着来那种感觉，这个感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在高速的时候更加有安定感的感觉，这是我今天试驾下来的整体感受。然后再讲它椅子，它椅子支撑性非常好，像我的身体可能是比较胖的，它其实支撑感也算是还不错，那但我不知道比较瘦的人坐起来会怎么样。整体而言，我操控这台车，我觉得到现在我可能开了两个小时吧，我没有什么太累的感觉，哇，真的做得非常好。再讲下内饰，我觉得法国人啊，真的是很会设计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我不能用豪华来形容它，但绝对它的设计感是让我觉得这几年我看过的车里面觉得最最最特别的。它这个整个用钢琴烤漆，然后配合这个类似像钢琴键的这种设计啊，我好像也没有在别的车上面看过。你说要拷贝谁，从来没看过这种东西。然后再配上一些碳纤维的这些纹理，它不是用很多豪华的材料去堆积出来，但它绝对有它自己的特色，它绝对是这几年内装的一个典范，我只能这么说啊。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失去。会不会是我玫瑰你心跳了？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我止不住颤抖。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也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坐到云的天空还很晴。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首先呢，这台508L 它的音响方面，它如果是低配车型的话，它是具有八个扬声器，但是像这一台是一个顶配车型，就是有品牌的，是一个 Focal 劲浪的音响，它是十个扬声器，而且它是多了一个中置一个超低音。那刚才我也听了一下它的整个的音效，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做的蛮好的，它的音色会不是特别特别的清亮，稍微带一点灼灼的那种，其实听起来会更有感染力一些。然后如果说我们把中音这里调高两格的话，现在是七。道姐，那个不是七哦，你现在才调到六。这明明就六而已，跟他说七，我在后面都忍不住了。我一直想过为什么你明明跟人家说调到六，然后跟人家说七哦，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你知道吗？你知道懂音地不好当吗？装了半天，刚才网友说我是懂音地，不是白当。我告诉你，我可是很多经验的。想抢个饭碗就难吗？不过他讲的算是对了一半啦、啊。事实上，这套劲浪音响啊，相对来讲，因为劲浪的声音一直都是冷静中带着一点感情啊。那这套确实是很适合听人声，但他人声不是那种像真空管机那种很有甜味，他是冷静之中带一点感情，但不是感情，不是这种特别丰富的。觉得跟大陆这边口味会有点点不一样，那绝对是高级音响的声音啦、啊。我只能这么说。如果你觉得说你要多一点感情的话，哎，调一下设置啦，中音调到五格就好了啦，调五格。然后高音要加到四格，然后低音呢、啊、加两格左右就可以了。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分布很重要。这个中置声道，如果你希望你的人声更集中在这个正中间的话，你这个中置声道可以调一格，但我觉得调一格没有特别好，你可以把它调回来。然后这低音票我试过，好像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效果，所以我觉得不用去动它。最重要是 Focal 这个前后，它这个 Focal 正向帮着大家看一下，大概往前调一格，它整个声场才会往前，这样子是调起来声音比较丰富，然后比较有感情的声音。你再听一下，你看有没有差别？有没有流落音活过来的感觉？哇、哦，你刚刚那个流落音快，他真的快要后来了，快要从后面来。我没有喂，忘了跟大家讲，这个响度一定要开，这个响度
响度一定要，我如果没有开，没有开声音就变得很单薄，响度一定要打开。大部分响度打开是不好，但它这个很奇怪，这个 focal 它响度一定要打开，声音才会好。我可以有60分吗？及格吧，好不好？我也不能说不啊，对不对？哇，这第一餐就这么丰富，你是之后不让我吃饭是不是？花样很多，你在武汉真的可以一个月吃不重样。啊，像这是什么？这个就是豆皮啊，三鲜豆皮，这个是武汉最有名的一道最有特色的小吃吧。但是我这个看起来是蛋皮，不是豆皮吧？是豆皮吗？对，它上面是有一层蛋，但是它是先用大米和绿豆做成一个浆，摊成一个饼。如果光是蛋的话，它可能会容易破。因为在台湾说豆皮会是说黄豆的意思啦，我觉得你们这边是绿豆就对了。没有黄豆，对对对。而且这个火候一定要掌握好。因为这个颜色要这种很金黄，对，这个很考验师傅的一个经验。是吗？然后这个就是铺的熟糯米，然后这种三鲜是哪三鲜？你先试试看。就是鲜猪肉，然后鲜笋，然后鲜香菇。它是有点像广东的糯米鸡的感觉啊，就糯米鸡，然后配上一点笋干，然后猪肉。只要外面那层就很像糯米鸡，你连那个叶子一块吃，那个叶子是豆皮的口感，你知道吗？有点像这种感觉啊，所以是味道也挺不错的。这个也是驰名中外的热干面，它就是用的碱水面，然后它是之前会煮到一个半熟，然后滤干水分放旁边晾着，有客人来了他就弄一份去烫几秒钟就好了，就很快，不让人家等半天，然后就会拌上芝麻酱啊，然后香油啊，还有酱油醋可能都会自己去加一点，然后还有萝卜丁以及那种酸豆角也可以自己去调味。对，热干面要趁热吃，不然就会从口感从90分到40分。台湾这种东西叫麻酱面，口感差不多吗？它的酱料是一样的，但我们的面条是北方的那种比较粗的面条，不是像这种。但你们这边比较特别是芝麻酱，加上这个油面是吃干的，在台湾这是比较不常见的，算是挺特别，但味道挺好，我很喜欢这个味道。萝卜丁配上这种油面的味道，真的是让人家感觉有销魂的感觉。大家真的来武汉可以试一下热干面，我真的觉得这个算是武汉特产，算是不一样的口感。人来旅游都爱喝火锅楼，但其实多年我只管火锅楼里叫。护汤粉啊，对，这个是用小鲫鱼，然后熬，大概要熬一晚上。最正宗来就是要泡油条进去。谢谢啊，可以。对对对，我讲你这么贴心了，我能拒绝你吗？哎呀，红你这个骗我，这明明是湖南的，要写的湖南风味，然后带我来湖北是湖南菜啊，那根本就是诈骗集团带我来弄这个，故意想忽悠我。江城的帅，江城的美，一来江城的帅，江城的帅，点缀江城的美。美惠，我看这边江边的房子挺漂亮啊，这一平大概多少钱呢？听说你那个上海两套房是你前女友比你买的吧？你要不要在武汉找个女朋友啊？哇，现在90后女孩都这么直接就对了，这个暗示太明显了。哇，现在的90后真的太恐怖了。不是想当抖音后吗？给你机会了，给你机会了，好不好？这个水这么浊，那会有人在那边游泳吗？对，它每年大概是7月份的时候有一个一年一度的渡江节，就是从武昌那边，就是我马上要下船的那个点，就是渡江的起点，然后游过整个长江。那我明年7月可以在这里见到你吗？不是，那这时候是不是又要再来许愿一次啊？如果这一集好看，投币点赞破10000的话，我们就让导演来游长江。破10000的话，我们就让导演来游长江。